是爱上了，就勇敢爱。有人犯罪，他就会受惩罚，这个是很合理吧？如果我们听到伊斯兰国在做这样坏事，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说，怎么会这样子？好像要很自然，先要报复，对不对？要让他们闭嘴，不要再做坏事这样子。那是公义的一面。所以旧约里面很清楚看到这个部分。那新约呢，也有一点公义的一面，还是有人会受惩罚。但是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是什么呢？耶稣看到罪人、罪妇，最经典的是罪妇，或者是浪子回头。我们从福中捷运站的几个人在那边集合的时候，就是念了一段的前面的一段福音。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后半部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有没有人不清楚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You can understand Chinese. 一点点。Where are you from? Indonesia. Okay. Yeah. So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wo faces of God. 我们看到天主的两面。一面是正义的天主，另外一面呢是什么？ The other face of God is 教宗所写的这个文件，为了展开这个禧年，叫做 Misericordiae Vultus。 我们在太子团体里面也唱了不少拉丁文的歌。那个 Misericordiae Vultus 是什么意思呢？ Misericordiae 是慈悲的，Vultus 就是圣容、面貌、慈悲的面貌，人们看到天主的另外一面。而且这个句子还没有讲完，完整的句子是 Misericordiae Vultus Patris Est Christus Jesus。 所以唱过拉丁文的歌，可能的朋友们大概听得懂是什么呢？ MisericordiaeVultus Patris 就是慈父，慈悲的父的面貌，慈父的面貌。S 是 Christus Jesus， 我们都猜得出来是什么呢？对不对 ？So the face of the Father's mercy is Christ Jesus。慈父的面貌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教宗还继续说。讲这个最开头有这个句子，讲完后他说，我们整个的天主教的信仰就集中在这个讯息。犹太教的信仰我们也接受，正义的天主，天主是正义的，没有错，我们接受这个部分。那天主教的一个整个的基督徒都在宣扬，在推广，在传报福音，就是传报耶稣基督。而且天主教会也特别强调这个部分，是说耶稣就是慈父的面貌。所以我们可以看福音的一些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浪费了，首先要他的财产，是说父啊，我应得的你交给我。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讲什么时候要得到这个财产呢？死后。对呀，父亲死后才会得到这个财产。但是他这样要求是等于说巴不得你怎么样。对呀，所以可以体验到父的感受是什么，很伤心。而小儿子呢，他经过了这样的惊慌啊什么的饥荒，他没有饭吃，他才想到要回家。他有没有忏悔？有，忏悔对，你要说有说好像没有。他为什么要回家呢？上帝教过了。对啊，因为他肚子饿了，对不对？因为他肚子饿，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动机。
然后他就开始讲，父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当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你的仆人吧，对不对？是，他在走回家的时候在讲这个，他真的很诚恳的忏悔吗？好像他在背台词，对。但是他到了父亲面前，他开始讲，父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还没讲完，就发生什么事了？父亲已经拥抱了他，已经宽恕了他。这就是慈父的面貌，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是不等于说我们办告解不需要那么忏悔吗？不是这个意思。真的要，我们要努力的，很彻底的忏悔。但是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彻底的忏悔，天主就是这么爱我们。这就是要教宗方济各要强调这个部分，因为他看到我们整个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暴力，那么多的报复，有那么多的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这样的道理，就是要怎么说，反其道而行。所以是强调说，我们天主教要表达这个讯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准备到前面，进入这个慈悲的圣门，让我们体验到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这个很像这个小儿子，伤害了我们的慈父，在哪方面伤害了他？我们进入这个圣门，也体验到慈父的拥抱。那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朝圣，也是为了获得全大赦。意思说，我们办告解以后，有时候罪的后果还在，所以按照正义的天主本来应该受惩罚，但是进入这个圣门以后，做了这个仪式以后，这个惩罚全部都被就是一笔勾销，就全部都免除了。那我们做了，今天做了以后，明天也可以再做一次，是为了别人而为一些亡者而获得全大赦。说如果在心中发现好像有一些亡者在罪恶中离开人间，没有机会办告解，可能在炼狱中，不知道，那我们就为他牺牲，做这样的牺牲。所以如果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已经做过了这个，已经曾经获得全大赦，还没有吗？那就今天我们先为自己这样做，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为别人这样做。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澄清的部分？Are you also Catholic? Muslim? Okay. Yeah. So, you have a chance to do it. I'm going to go to the Catholic school. I'm going to go to the Catholic school. So, the God of the Catholics, we focus on the mercy of God, not just the justice of God. So, we have.God's justice, here we are experiencing God's mercy. That's what we are going to experience for today. Okay. So, we are ready. We can take a look at the beach.
聚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吟盛世，欢呼吟咏。请大家前来赞颂上主。最后的一句本来是他们冥顽不灵，而且最后一句有这个部分嘛，说不要在摩利巴那样心硬，也不要在旷野中拿伞。那天你们祖先看到我的工作，他们在那里仍然试探我，考验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居之所。有那个，那是公义的天主，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头很硬啊，没有悔改你就进不了我的安居之所，进不了天堂的意思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天主的另外一个面貌，说之前可能是我们所了解的天主的肖像是这样子，是现在看到另外一个肖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而更体验到慈爱的这个他的美善，上主的美善。我们刚才唱的这首太子歌，请赞美上主，因为他是美善的。我们要现在要进入这个他的圣门，他的慈悲。这堂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此生旅程的朝圣之旅，
正是慈悲天主赐给我们恩宠的特别时刻，是他领导我们到达这中华殉道，中华殉道圣人朝圣地。这朝圣地正是象征我们所渴望迈向的目的地。现在就让我们准备自己，迈过圣门，经验天主的慈悲，成为一股悔改的动力，以革新我们的心灵。跨过圣门，拥抱天主的慈悲，成为一个奉献自己的人，是能以慈悲待人，正如天父慈悲地看顾了我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的慈父，在你仁慈的计划中，你愿你的圣子来到这个世界，并让你的慈悲在他身上成为活生生的、可见的，而且在他内到达高峰。祈求你使所有经过你圣子这道慈悲之门的入门人们，都能经验到你的爱，并领受你的安慰与宽仁。也恳求你把这深深的喜乐赐给你的子民，使我们怀着新的希望，善度这恩宠之年。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歌词 Misericordiosi come il Padre 是意大利文，大家都会那个拉丁文的那首歌吗？ Misericordiosi come il Padre Misericordiosi come il Padre Misericordiosi come il Padre Oh
主啊，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光荣，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很感恩能够来到这里，陪伴大家进入这个圣门，体验天主的慈爱。我们今天的弥撒在圣灵当中，会听到五经一关于安提约基这个圣地。我们现在在中华殉道圣门一场圣地，那跟安提约基一场圣地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多聆听五经一，而在福音里面可以听到上次主日的福音，关于耶稣为神，耶稣他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我们在这个时候刚刚办好圣事，但是我们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承认我们的软弱，在上面，在门房的就会看到所有的殉道圣人的名字，在他们当中有四位是我们耶稣会的弟兄，他艾琳、任德芬、赵喜珍、陆茂德，他们四位，他们在县县被义和团杀死了，但是他们知道义和团围绕着他们教堂，他就召唤所有的教友一起来开始念 Confidio 这个祷词，就是我向全的天主，就是那个祷词就是他们在人间最后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听到他们在我们当中用这句话，如同说我们人间最后的一句，承认我们的软弱，祈求天主怜悯我们，说我向全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听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的道路有声。阿门。上主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上主在天永受光荣，善人在地下比高，光荣归于上主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上主在天永光荣归于上主，光荣，哈利路亚。
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Oh.
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正是冬天，耶稣在圣殿内的撒罗兰游廊下徘徊，犹太人围起他来，对他说：“你使我们的心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墨西亚，就坦白告诉我们吧。”耶稣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相信。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都为我作证。但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撒谎，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父把他们给了我，他比一切都大，因此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上主的圣灵，求我们赞美你。杨思维到底代表什么呢？
这个酸酸的、臭臭的味道，就是我们的罪，而耶稣愿意承担这个罪，刚刚通过合法圣事免除了这一切，把这个两色味附在他身上，来就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而我们听他的声音，他认识我们，我们跟随他。三个动词，听、认识、跟随。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呢？这是怎么样开始的？想要来尝试来。嗯，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几个礼拜前，跟俊凡，我们是在太子饭店认识的，也是彼此认识的。我有一次我说，我快要离开台湾了，下礼拜就离开了。我们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就建议我们去朝圣，到这里来听他的声音。天主会接着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认不认识他的声音？我看到，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会来到这里，先很感谢天主，显然我们听，而且认识耶稣，通过 Amy 的口，不是他的 line 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今天礼拜二本来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可以上班啊、上课，或者是做别的好玩的事情，但是我们竟然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听错另外一个声音。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希望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要继续分辨这些声音。有一些声音要我们走向别的地方，走歪了，走到黑暗中。那是另外一个声音，要让我们与他说苦说难，走向重生的道路。所以他认识我们，我们要行动，要主动的跟随他。我们跟随了他，走到这个朝圣地。这个朝圣地跟安提阿基亚有什么关系呢？安提阿基亚，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在安提阿基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那个地方怎么那么重要？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读经啊，第四，这是最早期相信耶稣的犹太人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这个 Christian 这个 term 这个词，原来是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个朝圣地有没有人去过？去过？怎么可能？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有经过，真的到那边。有看到那个地方？远远的。对，因为那个地方现在被埋葬，现在看不到。现在是在土耳其的某一个地方，完全看不到了。现在有一个新的安提阿基亚，跟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有一个叫在叙利亚那边。但是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不要执着任何地方。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灭以后，他们就怎么办？怎么样朝拜天主呢？但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成为基督徒，做出了不同，不会执着任何朝圣地。这个朝圣地不知道多少年后可能会怎么样，被埋葬不知道。但是我们朝拜的对象是朝圣地，而是主耶稣。不管在哪里，我们可以朝圣，朝向朝圣的过程。所以我们感谢天主，能够来到这里，经过这个门，感谢天主有这个朝圣地，很美，多珍惜，在的时候多珍惜。但是我们不会执着，因为我们的灵魂就是自由的，我们跟天主在一起会获得自由，更彻底的自由。所以我们要这样一下举行这个圣祭，我们要对照中的一项。
然后女主女男还有教宗祈祷一下，看到了没有的话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好，那么我们可以先用那个慈悲喜言的祈祷，然后再加上这个意象。好 ，OK， 后面可以请请。好，从慈悲喜言开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你教导我们要从怜悯孩子悲，并告诉我们看到你就是看
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
耶稣基督的圣圣血。他甘愿深深受难时，拿起面里面前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把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都要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
他就是我们朝圣的对象。现在他与我们在一起，向我们的天父祈祷。Yeah.
请看耶稣的羔羊，请看纯全是罪者。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慈父的圣灵，蒙召百夫圣灵的我们，真是有福的。主啊，他们是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阿们。灵主永，即基督必须受苦，又从死者中复活，然后才进入你的光荣。阿门。
Thank you.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现在这个时间，请你们移动到我们活动中心去喝一点茶水、水果，给你们享用。谢谢，祝你们旅途愉快，平安喜乐，恩宠满溢。谢谢，谢谢。若是爱上了，就要再爱，只为着你，你的一切。